ってない。その耳に聞こえるんだよ。見事、傷はバディに癒やしてもらう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那我当初啊看到那个雷欧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虽然这个东西应该输出不怎么样嘛，但是，它有那个 CD 吧，可以补血一次哎，而且补很多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跟真师婆的机制也蛮合的，也许可以上一下吧。然后我就兴致冲冲的去刷光，然后刷了加一万攻吧，然后我就带四只雷欧娜上阵了。但是很不巧啊，输出是真的不太够哦。我要嘛卡在第三关，哦，要嘛卡在王关啊，反正就一直都过不去。所以我最后就想说，好吧，算了，好友带一只欧娘好了。然后就是刚刚那一场就过关了。但是啊，虽然过了，但是从头到尾我没有感觉到雷欧娜有什么输出，几乎都是欧娘在打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应该。这个文章拔了也没有关系，然后果实也不要用那么好，然后我们就再来打一遍。好，就是现在这一场。OK， 那欧娘把第一关的王解决掉之后呢，留下四只小怪，我们要再跟他耗一下。我们要让这个一批或二批啊去进场第二关。OK， 那这个虽然我们血量持续减少啊，但是这没有关系，反正那个雷欧娜开一下 SS 就补回来了。啊，另外说明一下，这个雷欧娜这个 SS 跟一般那种碰到队友就补血的那一种那个 SS 不太一样，它只会补一次，然后补的量就是你碰到的那一只角色的血量哦，那是分开算的哦。那只角色血量越多，你碰一次就补越多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OK， 我们现在血量剩下一万出头，哦，该带走了。没有上文章的雷欧娜，我觉得蛮坑的地方是两只友情打那个牛啊，会刚好残血，但是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啦，所以就 OK 的，可以进入第二关。OK， 不要犹豫，直接 SS 就给他开下去。那他补血，队友是独立算的，就只会碰一次哦，每一位队友就只会补一次而已，你重复碰也没有用。所以就专注在如何碰到三个队友吧。OK， 那这边就撞欧娘游行，应该就差不多解决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啊，竟然残血啊，没关系，这样也好，因为欧娘的位置，一方面欧娘的位置没有很好，然后我也不希望欧娘进场第三关啊。哦，那这边残血是好事。OK， 第三关，虽然我们在血量方面应该是不用担忧，但是最上面那一只黑天，我们还是要赶快解决。OK， 那雷欧娜 CD 那个 SS 啊 ，CD 很短，哦，能开就开吧。OK， 输出有点不太行，等一下三票开一下 SS。哦，刚好有剑，很好很好，来吧。带走吗？带走吗 ？OK OK OK， 我带走。OK， 盾放下来。好，剩下欧娘。欧娘这一栋是关键哦，因为基本上输出都是他在打，所以欧娘那一栋基本上是不太能失误的。因为只要欧娘只有一次的失误机会，在这一关只有一次失误机会，只要他两次都失误，那就是一定死，我就只能重来了。OK， 这边一波带走。哦，掌握的很好，可以进入王冠。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打真师婆几次正攻对下来，我觉得第三关是最难的，我最难掌握的。啊，过了第三关，反而后面还比较简单一点。OK， 那这边一样，先撞欧娘友情解决。然后再撞吧，反正打王也没什么输出。我们先把那个回复币啊撞出来要紧。
OK， 这边顺便输出一下，你看就不怎么样。好，这边不要动，因为我想让欧娘去吃沙漏了，我们就不要再乱动。好，顺便几个地雷，我们应付下一关的黑天。OK， 这边有一个懒人的路径，就是直接就是没反中的角色哈。懒人的路径就是可以经过下面那个盾再戳王，一定是 LB 三。王一的懒人路径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王一蛮简单的。啊，这边我们血快没了，补一下吧。OK， 你看到没有？这很会奶啊，这个超奶的。OK， 那这边离王二到王二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聊聊别的事情好了。比方说我影片的声音啊，有的人会反映说我影片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断气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老实说啊，我也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，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都是正常讲话啊。我个人啊是没有特别喘不过气的样子啊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讲话的声音啊有一点快断气的感觉，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。如果你是说音调怪怪的，那可能我还可以说是这个可能降噪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是说我声音听起来像快断气了，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齁。因为我也是正常的在讲话，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什么异状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说了好不好。OK， 到王二这边，刚刚欧娘有打了一波，所以这边到王二哦，剩下大概三分之二吧。OK， 一样，我们要先把黑天解决。黑天是个蛮大的干扰。OK， 这边继续撞欧娘，有欧娘清怪就简单很多。像我带四只雷欧娜的时候啊，怪常常基本上你清不掉啊，那个就就差不多了哦，你就差不多要去了。OK， 那边有一把剑，我想给欧娘吃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要轻举妄动。OK， 这边欧娘，我想开 SS， 因为有剑的关系，如果幸运的话，有机会一波带走。哦，我想试试看。但是我拿捏的不太好啦，就是怎么说，我角度虽然我尽力的估了一个蛮小的角度，但是还是太大了 ，OK， 所以导致没有对王造成很多的输出。哦，不过还是带走王二的，只是还要打王三会比较麻烦一点。OK， 那这边到尾王。哦，一样先撞欧娘吼。那二 P 的话呢？二 P 我们血量还好，但是我觉得开一下好了，因为我想速战速决，把下面那只黑天解决掉。反正我们还有两个补血啊，开掉一个没差啦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， 解决了，解决了。那这边的话。我们用一个懒人路径，哦，擦过王的边边，然后 OK， 这样就是 LB 三，哦，擦过王的边边，然后经过底下那个盾，再经过王下面的盾，哦，再戳王的弱点，这样就是 LB 三。我欧娘原本也想要用这个路径，可是，我后来看到我的守护兽啊，好像还跳着，我想说不用白不用嘛，但是路径就再想一下，我不可能再用刚刚那个路径。我选择走横的路线，我们先经过几次盾，让盾减速之后呢，再去戳网看看。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哦，再戳一下 ，OK， 输出不算高啦，但是6000万 ，OK， 也够了。欧娘还能再开一次 SS， 而且他身上有剑，胜算还是 OK 的。
然后就继续撞我娘，奇怪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快转一下哦，因为这两栋都没有很顺利。OK， 轮到欧娘这一栋了。欧娘，哦，我差点忘记开 SS。呵呵，嗯，我想说小角度好了，我觉得也不要想太多，就小角度。被他拼了，来吧 ，OK 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怎么感觉在 ？OK OK OK OK， 哦 ，OK OK， 哦，如果没有最后戳这一下输出，应该就没办法了，够了。哦，好险好险，哦，王胜三回合就要急死了。哦，这边 SS 开下去，被他拼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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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还行还行。哇，好，我们再开 CSS， 这边我们补血，因为我觉得输出一定够了，所以我们就以补血为主，我们打稳一点。OK， 哇，王真的是极限更新哎，好扯、哦、好扯、哦，来吧来吧，这一栋 ，OK。带走。OK， 我是觉得虽然补血真的蛮奶的啦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要模仿比较好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啦，那我是元，大家拜拜。